实施口令，无分贫富贵贱。找复苏，等你们很久了。三刀，你可知道我是给钟将军做事，给齐亲王做事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又不是给内务府做事。我们荣天剑派自己的家事，你犯不着来趟这趟浑水吧？怎么了？我就要管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对啊，来都来了，我就不信你们中都才半天的功夫就能跟我斗。上！这么大雨，咱们吃亏啊！那你快想想办法！你说你怎么不带你的大内侍卫来？就咱们两个势单力薄呢。我这不是以为你是高手吗？大家都是高手，高手就没有用了呀！跑吧！往哪儿跑？还想跑？王行兄，你们先走，别怪我们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到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师父交代过，有难就来黄鸡肉铺。想必这里应该有咱们自己人。自己人？什么自己人啊？一个猪肉铺会有南少林的自己人？这个屠夫是自己人？好像是不太妥哈。哎。不过若把杀猪看成给猪超度呢？穆青兄，你们二位先走吧，要是可以的话把火星也带走。我不走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哎，要不报下身份试试？身份？内务府二董侍卫。是菩提传人。在下菩提院首座传人菩提传人。在下般若堂首座传人师兄。师弟。是不是有什么口令啊？打吧。等你们很久了。
王，见众生。